san si ti hom om guru r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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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si ti hom。那我们讲这个大锁印瑜伽的特性。大锁印瑜伽虽然分成四种瑜伽，专一啊、离系啊、一位啊、无修，那么其实啊，这四个有的时候啊，并不一定说有很大的分别。例如我们讲这个无修瑜伽里面，有可能就包含了专一、离系、这个一位，全部都在里面。那你修专一的时候啊，也有可能你已经进入到无系瑜伽里面。那么离系瑜伽里面呢，也有可能有专一瑜伽，就是说虽然啊很严格的给它分开来是四个阶段，事实上啊彼此之间呢、啊、都是有关联，而且互相可以融合在一起，互融啊，有互融的这种现象。分起来是四个，那么合起来你也可以说一贯啊，一起这样子去成就。那这里提到的这个特性呢，这个专一瑜伽它本身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坚固。这里的坚固啊，当然是包括这个身跟心的坚固。我们平时讲啊，道心坚固，道心坚固是没有错。你在这个专一瑜伽里面呢，所修的就是不退转，坚固这种地啊，叫做坚固地，坚固地。你得到了坚固地，也就你的道心呢、啊、不会退转。这个菩萨也有很多等地、啊、有很多的等地，其中也有是坚固地。什么是坚固地？你就是不会退转，你这修行这一条路、啊、已经很坚固了，千锤百炼，千锤百炼，坚固不变。这个心啊，金刚心啊，不可能有所这个改变，这是不退的。那么身体啊，一样是坚固。这个就在密教里面呢、啊，也讲得很清楚，身体坚固。我以前讲过啊，身体坚固，要有气，你身体里面呢、啊、气呀、啊、非常的足。啊，气非常的足，你身体没有病，这个也可以靠修行啊修出来的。啊，在专一瑜伽里面呢，这个坚固啊，包含了身跟心呢、啊。你一个修行人呢、啊，这个身体很虚，那还没有坚固。啊，我们常常讲啊，这个你身体虚，为什么虚呢？感觉到锁脚啊，冰冷，锁脚冰冷。锁脚为什么冰冷？你气血没有达到锁脚的那个末支嘛，气血没有达到这个锁脚的末支的时候，你锁主当然是冰冷。还有你下盘很虚，下盘很虚，我们台湾话讲下消
啊，下消，下盘很稀，这个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行者。你专一瑜伽的时候，你身体的气呀、是很足的，你也不容易感冒，你很健康，不容易感冒，一点点风寒侵犯不了你，因为你随时啊可以把印你的这个浊火，身体里面的浊火印出来，然后呢这个火本身啊可以把这个细菌呢、侵犯你的细菌呢、因为你气很足，浊火很够，侵犯你的细菌一进到你身体里面来，马上被你挡走。在专一瑜伽里面呢、这个身体的坚固可以做得到，是可以做得到。那么你平时你比别人健康，不容易生病，你气非常的足，你运用你的这个功力啊，使你全身的这个经脉啊全部通畅，气也通畅，内火也通畅啊，精神非常的旺盛，这个是坚固。所以你这个啊、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你也不用说觉得会冷或者怎么样子，因为你身体的这个气跟浊火，我们密教里面讲修浊火，这个火点呢以后啊，始终是保暖的，始终有一点火存在你这个丹田气轮这里。全身永远都是温暖的，坚固到什么程度呢？坚固到你根本无漏的这种状态。这个无漏啊，不是说哎一个月无漏，不是的，是连续的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四年、五年、十年，通通无漏的。也不害怕漏，因为你已经很坚固了，已经很坚固了，这个是坚固，身的坚固。所以密教行者特别重视身的坚固，因为由身的坚固啊，你可以修气修明点，身的坚固啊可以修浊火，气足明点无漏啊，浊火旺盛，你身体自然就健康嘛，百病不侵嘛，啊，这个是属于身无漏的。在密教里面呢，这个专一瑜伽里面呢，身体的坚固非常的重要。那么我们身体也坚固了，心也坚固了，这个坚固啊，身心都坚固，就如同这个山一样呢，非常坚固的。你坐在这个大地上禅定，就如同一座山，这个矗立在那里啊，任何那个啊病啊，这个邪啊魔啊，它都没有办法给你摇撼。任何一件事情到你身边来，这些烦恼自然通通都解脱掉。啊，这个是专一瑜伽本身它的特性，就是坚固。啊，接着我们谈这个离系瑜伽。那么离系瑜伽它讲的是清净，它的特点是清净。离系瑜伽的特点是清净，因为它离开所有一切沙婆世界众生种种的污染，所以它有特点，离开种种的戏论，离开种种的游戏，离开污染，所以是清净。Om Mani Padme Hum。